跟我们来体验一下的。我看到台下有很老、年纪很大的艺人呢，他怎么好意思穿宝可梦的样子站在台下？我看到了，欢迎台风，欢迎台风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不能因为你叫台志源，你就扮小志好不好？你一点都不小，来哥。你今天又来乱入大家了，是来乱入是哪一招啦？哎、欸，他不是鳄鱼，他是叶子。没关系，年纪大了那个不太一样。哎、欸，有没有麦克风借我一支好不好？可以给台哥，借我一支麦克风给我们台哥。哎、欸，今天怎么会突然来这边乱入啊？没有没有，那个是这样，我今天要出一个任务，因为我来参加电玩展已经三年了，那我要看看来现场要找到一个。找到什么样？我也认识。认识大家应该都认识吧？我们大家也都认识的。所以我们这边有啊。要是我们这三个都算认识了。对呀、啊，会认识的呀、啊。然后那个安娜嘛，大鱼嘛。大鱼，对，他是叶子，叶子。那你这样的任务完成了？完成了，那你可以回家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要不要来体验看看？哎、欸，可以啊、欸，可以吗？你确定吗？我觉得我可以扮成他、欸。你不要扮成他，拜托不要，扮成小智就好了啦。你们的小智就好了，就是小智可以变小智这样，可是你变他的话就不啊，不是啦，就是没事。我觉得我跟他长得还蛮像。哪里像？你说你的脸遮住那个部分啊？好，今天这个游戏我等下可以体验吗？可以啊，我们现在在台上可以啊，大家。而且我们今天正在找最后一位玩家要跟我们一起玩。那我想体验的是说，我拿了这把剑之后，这位女魔可以在旁边吗？哎，没有，我们今天的有女魔，但是只有女魔的板子，板子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，我希望有真人在旁边演出啊。没有，我们有板子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在那边陪你玩可以啦，但是女魔是没有。而且你旁边都已经有一个老皮卡了，你要女魔，他全身都没有穿，你还在嫌什么这样？老皮卡真的蛮惨。你说他吗？老皮卡。我每天都要来这边扮，给你扮演皮卡丘。对，好辛苦。老皮很屌，因为老皮有最近有点黄疸，你知道吗？最近很黄嘛，对不对？有点严重了。好，那你要玩吗？真的要玩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我们再找最后一位。但是 OK 吗？你的 ARPG 的实力 ？ARPG 你下面动作角色冒险。OK， 动作角色冒险 OK。OK， 来，是来找最后一位台哥。来，这边请上座。真的假的？老皮卡，你跟他一起。如果他在手抖的话，你要帮他救回来。救护姐。这个字怎么这么小，小到看不见了？我们这一幕算是大，你不知道手游它就长这样子、啊。你帮台哥等一下拿这么远。老花眼了，后来近了啦。我先特别服务好不好？来，帮你拿远一点。这么远可以吗？台哥 OK 好，反正我们是玩趣味的。那我们就把那个球丢到垃圾桶里去啊！你要先说，可以哈。不是，台哥你在哪？为什么我们已经打到这么前面？你他还没有开始移动。台哥，这样子啦，这样我们。台哥这边有攻击土攻，但是你旁边没有人，然后你还有些其他技能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，看得到字吗？要来。我们帮台哥一起念出来，他有什么招式，好不好？我一个字都看不见，怎么会这样？没关系，我们请现场玩家帮你念。这是什么？攻击。这是什么？钝化。这是什么？恐惧。还有变身。啊，你我先叫老皮玩给我看一下。我打完了。打完了。我先叫玩。啊，这别人的场都不好意思讲。哦 ，OK。我会叫他玩别的东西。OK， 我们打蛮快的、啊，3分14秒就打了。3分14秒，先来点掌声好不好？很屌哎、欸！其实我今天来体验的话，我们还有要送小礼物哎、欸。小礼物给我们的。对啊，可是他打的，我是不是应该送给他？可以啊。好了，照片有一人一份，欸、谢谢。他是神兽。神兽，我带他来的好不好。是。刚刚有一种阿公带孙子在打游戏的感觉。他
待会就要推你出去晒太阳了。还有东西可以拿。还有。有啊有啊，到时候你们也可以送给节目里面的观众朋友，跟大家分享。那个台哥，台哥跟那个老皮，啊，在中间，来正中间，来，对，是我吗？来，来，拍合照。来，我们一起拍一张合照。来，手拿出来了。来，麦克风我帮你拿。麦克风啊。小智，走，哦，不是，来看一下我们前方镜头。来，一二三，耶！